患上了睡前性遗忘症，每次只有十分钟的记忆。丹尼，我知道你还惦记着你家墙上那些小纸条，但你要知道，他们既不能给你真相，也不能给你救赎。要相信自己的笔记，要防范别人故意混淆你。世界上总有那种人。我再和你说一次，误导你的人就是你自己。听着，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杀死我的妻子，夺走了我的记忆，毁灭了我生存的能力。我活着就是为了找到他，然后杀了他。